谁啊？嘿，我他怎么个事啊？你是谁？美食去找我小，小仇老家，我全给他干爆，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咋的了，老爸？怎么样，这些？不错啊，各方面非常优秀。吃饭吃怎么样？还听着点外面啊？哎呀，我们那个厨子，厨子做饭贼香，贼好吃。有厨子吗？必须的呀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信，我让他给你做一顿。行，你这等回大连，你让他来家里给我做顿。啊，不用等，就现在吧，我现在就带他来大连，出发。你拽过来，我能不哭吗？都到大连了，一会儿就见着我家长了。你稍微，你收敛收敛啊！你这不还回自己家乡也看看吗？这不挺好的吗？都那行啊！你从哪整个帽子出来？我出门没，你头都没洗，我戴帽不行？挺懂礼貌的呀，小伙。那这不得空手来了？是不是空手来了？别，哪能呢？我都准备好了。搁哪呢？我怎么没看着呢？都放后备箱了，一会儿下车你看看呗。你看。这些 Switch 就是给咱弟弟准备的，劳逸结合一下。买这么多？那肯定，我还给苏阿姨准备了水果茶叶呢。你看你整的事，你哪有要买回来都给你报销啊？不用，这些 Switch 我直接趁着有活动秒杀抢到的。不是好的，你说好东西，我当然不能不抢了。现在快6.18了，向官方争取好久，您到了上百台全新正品的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，都是全新正品。塞尔达宝可梦超多游戏随意选，公平健身也不是问题，活动绝对真实有效。你们只要还能看在视频下方链接官方，还有库存可以抢，2-3秒减免便宜，多管你死事，争取到的名额有限，赶紧拼手速开抢吧！抢到绝对是赚到的，还有很多大牌石匠，原价几百甚至1-2000的，只要手速过关，在拼多多秒杀活动都只要9.99就能秒杀了，还不赶紧去看看？我没跟你要礼物的意思啊，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。我知道，就顺手放车里，你是这么抢的吗？哎，父亲，叔叔来了，父亲，饿死了，赶快去做饭去。好嘞，父亲。总是向你索取。现在来到了小厨院长的老家，今天我是咱们几个小菜系，我一会儿我香死他们。嘿嘿嘿，今天咱准备几个小。时光慢些。继续，整几个小菜，整四五个小菜就行。来大连吃点小海鲜，豆角炖排骨啊，整点大肉就完事儿，保证香喷喷的。相信我的小厨艺，今天非常有诚意买老高菜。地袋里有个海鲜，生蚝、扇贝什么，海肠、花甲。哥哥，我待会儿帮你搭把手啊。进去，小孩都能看。看这外边大海景，看这造船厂。这不是磅礴气派，这个边的直穿对面是高楼大厦，看着就非常气派，看着震惊啊！每天坐在这儿喝小茶水，坐着看小海景，你说他能不舒服吗？这生活啊！小海景吹着海风，窗户一打开，吹小海风，海鲜的味道。你看，这时候提到海鲜了，就是海鲜这些6-700块钱，报销也能报销一下行吗？行啊，报销什么？买的时候马哥说的这阳台是送的，这阳台是大呀，我得跑。叔，你给我喝一口，我渴。你到这儿，你到这儿，过。这个年轻人，哎呦我去，我太舒服了！这顶楼的阳台，我可以放声高歌呀！啊，这是马哥弟弟平时玩乐的一小地方，看着小地毯，又远乎，还能躺着，看那小玩具一堆一堆的，我小时候咋没有这种？让一下，今天就开始做我们的今天精品小菜品炒海肠，能炒好吃吗？必须能，这御用厨师都带来了，能给你掉面子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锅中倒油，来点蒜末，再来点葱花，给它炒出香味。这个呢就是海肠，吃起来就是梗啾的，其实跟鸭肠口感差不多，但是它有那种鲜味，它的特别之处就是这样。海肠是谁的肠子？海肠就是一种生物，它不是谁的肠子。这么事，而且吃之前要把它的里面掏空，内脏全拿出来。不光顾唠嗑了，下韭菜吧。韭菜扔锅里炒一下，涮，撒点盐，真是盐啊！我尝尝，
边下入我们的海肠，来点生抽。哎呀！锅边少烹点小啤酒。OK， 就这么一点，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。咱把这个汁给它收的差不多了之后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肯定炒老香了，尝尝。这味儿真好。接下来我们把这里脊肉给炸出，糖醋里脊，我们放上鸡蛋、淀粉，然后放点料酒，给它调个小糊，锅中倒快油。哎呦我去，你孩子怎么用这么多油啊？要不明天我再给你拎一瓶过来。那不用啊，这不差一桶。我就说嘛，那哪能够呢？行，那你既然用了这个油，那你车给我油也加回来就行了。咱把这水肉放一炸，让它粘锅底，炸金黄酥脆的，最后再挂个小糊就完事儿了。这个菜贼简单，就是炸的时候有点费劲。兄弟们，你用弹幕告诉我一下，你以后是想让我多说点话还是少说点话？你要不想让我说话，我以后就不说话了。炸的太成功了，不愧是大厨。炸完酥脆，酥脆完啪再给一炒，淋点这糖醋汁，哎呦我的老香了。咱把这个糖醋汁给倒进去，就有生抽、淀粉水、糖醋就完事儿，把这一肉倒进去，出锅。完事，这么简单啊？就这么简单。太好吃了，哇，香！芸豆炖排骨，起锅烧油，加点葱花蒜末，排骨搞里头爆炒的。是，老四，干什么玩意儿？这闹什么闹？哦，是，倒水，来点红油，来老抽，加点盐，来勺五香粉，炖了半小时，然后直接出锅开吃。排骨剁椒炖的同时，我们来蒸上这个小海鲜。两层小蒸锅，下面一层里面有花甲、扇贝、生蚝、大虾，上面一层里面扇贝、皮皮虾、螃蟹、海螺。哎呦，好大！这虾你别看它不动了，它刚死。大连的海鲜确实顶啊，确实不错。盖着锅蒸。吃饭了，哎，叔叔，欢迎常来，必须。你今天做饭给我弄挺惊吓的，是吧？啊，肯定做的超级好吃，有戏吧？生蚝是真大，你看这大生蚝，全都有。来个，哎，谢谢叔叔。你小时候吃过这个吗？我小时候就在海边长大的。我看他们有那种从海里捞上来直接吃了，我们就小时候就生吃，就吃鲜的。谢谢你今天辛苦了啊！没事，这应该的。你做个饭哈，反正有点惊天动地了。就咱这个豆角，哎，这味儿正好。吃个啪啪虾，这我们这下啥的，这下带个须子公的。这那分公啊，这是母的。我小时候就是刚来大连住的，不敢吃这玩意儿，上面带小籽，就像螃蟹那种带黄一样，母带黄，公不带黄。对，反正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天天吃啊？我不爱吃海鲜。你不爱吃海鲜呐？对呀，你就是因为天天吃才不爱吃。我小时候没怎么吃过海鲜，没吃过虾饺啊。虾吃过，那不是海鲜吗？万一是河虾呢？河虾啊，虾滑，怎么样，大头？好吃不？香到爆炸，嘎巴鲜。我做的排骨香不香？嫩不嫩？嫩，哎，又香又好吃。今天吃了小哥哥给你做的饭，怎么样？天天就想见他，见着这人了吧？是不？他做饭挺吓人的，是吧？做饭稍微声音大。尝尝做的自己做的小海肠，哇，梗汁配上那个韭菜，其实解腻。哎呦，第一个扇贝，里面是沙，就是盘装不下了，我就把那个都匀放一个里了，蘸上酱。哇，鲜美多汁，扇贝的肉像吃大排骨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么爽，吃扇贝肉，你们绝对想象不到这是有什么体验。这个扇贝哈，这扇贝不会也能分公母吗？也分，这个红的是公的，这个白的是母的。之前吃，之前吃从来没注意过。看这大海螺，看看它公是母的啊？这也能分公母？这也分公母。哎呀，这是公的，带这个须子公。这都是冷知识，这是。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海螺。海螺，不能换，海螺是准备飞我嘴里，它是准备嘴上，嘴上嘴里先吃海螺。你吃了海螺，咽下去再讲。这年轻人心里别那么急。别光吃饭了，吃点海肠，整点豆角，整点排骨，咔咔，老香了。长身体。
哎，这个赤甲红啊，可能就是大连地区渤海湾有这个东西，这只有大连有啊。嗯，在别的城市我还真没吃着这个。哎，哪能吃着？这个肺，这个腮不能吃。哦，腮不能吃。把肺给拿下来。其他都能吃？对，壳也能吃。真的？真的。壳吃这个，拿手里一推的，把肉揪下来了。拿手一推，把肉揪下来，推下来。这螃蟹叫。这个腮不能吃，腮揪下来。我第一次吃海鲜，吃都这么爽。吃不但吃爽，今天跟我学点知识了。嗯呐，你看我爹都不跟知识不告诉我们俩，就都告诉你了。今天叔叔喜欢我们怎么事？今天还辛苦了。没，不行不行。你做完饭了哈，我以为厨房爆炸了。大头这么不爱吃饭，这次饭也吃完了，多给你面子。哎呦，太给你面子了。我再说了，哎，吃不了，坐了。大连的生蚝跟别的地方生蚝不一样，哎，大呀！哎呀妈，太大了！就这生蚝，我都能当碗使的，就这壳。这行。哎，太爽了！我怕你这个东西啊，你们生食吃不惯。其实生食是最好吃的。生食那玩意儿它不腥吗？我们鲜不是腥哦。大连本地人都喜欢你们吃，我不喜欢，我觉得不好吃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我喜欢，叔叔没事，不用管他们。不行，来，咱俩喝个会，不管他们。以后要再想吃海鲜、吃菜啥的，常来，我给你做，别客气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这不是我家吗？这。行，你常来吧。我第一次整不会了，你说啥呢？给我整的有点蒙圈了吧。下次你来，嗯，叔叔做给你吃啊。行啊，下回我藏叔叔手里。海鲜自带啊。那个小曹的小时候他啥样啊？他小时候爱吃海鲜吗？不爱吃海鲜，不睡过。那你这小时候是不是老淘了？反正不太省心。比淘的孩子强一点。行了，马哥，你也别拍了，快一起吃呗。那拍了多累啊！我们吃的不馋吗？就是，饿呀。你饿呀？不拍死，我不拍谁拍呀、啊？那你拍吗？我行了，刚吃吧。那你拍吧。回上海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一路平安。好嘞。啊，走了。走吧，走。拜拜，老妈。小奥跟他待会儿，再吃一根啊，再吃一根我呢？你走吧，你把门带上。时光是。